我是 BB 姐记者 Vivian， 我们现在是 Super Pond， 不如我们现在去看看大会提供了什么食物给参赛者。你好啊，不如介绍一下今年大会有什么食物啦。哦，我们今年大会呢就有很多东西吃的，例如那边呢就有美露饮啦，这边呢就有粟米和粟米汤，还有鸡蛋的，那边呢就有包啦，同埋番薯啦，同埋烧麦，系啦，好紧要嘅烧麦，烧麦好抢手嘅。咁我哋呢度咧就有粟米啦，粟米汤咧就我哋啱啱发明嘅，就系用咧新鲜嘅粟米，咁就批粒粒，就好似嗰度咁批粒粒啦。跟住咧就会即制，就掉落啲水度煲滚佢，跟住咧就加啲盐，加啲糖，再加蛋，咁样就变咗粟米羹啦。咁不過製作嘅過程比較複雜，咁所以就需時。而家大家都等緊粟米湯，係啦，咁佢好辛苦啊，佢批咗成日㗎啦。